那个时候刚好我坐太久，所以我觉得 where are my toes 我感觉不到，然后后来我的鞋跑到那个脚趾头之后，我就觉得哦回来，然后就可以站起来，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感觉就很像就热恋的爱一样，你会全身都感觉在动。奇怪，我很常脚会麻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循环那么不好，有时候我坐着我就觉得哦我感觉不到我的脚，所以我很常会讲说 where are my toes， 我的脚趾头跑去哪里。然后刚好那一天 Albert 快要睡着了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我很喜欢的 type beat， 然后我就说 oh my god oh my god， 然后我就刚好有一些旋律的想法，然后我就用手机就速速把它录下来，然后那个时候 Albert 说哦好听，但他就要睡着了，然后就觉得哦好可爱，就是他这么累但是还是想要参与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去做什么针灸啊之类的，因为我本来是小时候就偶尔会这样，然后随着年纪我真的很常，我那时候坐车然后我也没有翘脚，我就是正常这样做，然后有可能就稍微偏一边，就是偏一边，然后就右脚突然没有感觉，我是左转突然就是，然后马完还会有那个很像 pins and needles 那个针很像在就有点痛。我还蛮幸运，就是我有个习惯，大家都对我很客气，比如说在等上台他说我要不要坐下来休息，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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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坐下来，我都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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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t's fine 我站着，因为我就是有其次，比如说有可能刚好那个 show 有 delay 一点点，然后有可能 delay 个五分钟十分钟，然后工作人员超 nice 说你要不要坐下来，我就会坐着然后休息，然后哎上台我就 oh damn， 然后我就要拖我的脚，我说 one second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像老人在那边这样拍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